南韩男星边佑锡日前因主演背着善哉跑人气水涨船高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关注。而近日就有网友挖出他过去担任模特儿时期的旧影片，只见边佑锡当时担任走秀模特儿，姿态相当专业，不过模样与现在相比看起来较青涩。而就有眼尖网友发现，影片中竟还有当时跟他同期出道的南柱赫和张基龙，以及近年在综艺节目和戏剧上各自表现亮眼的朱宇宰和南润寿。这则影片里的五人现在各自都有不错的发展，让众人都不禁赞叹当时设计师太有眼光了。